没有便宜货。对啊，它不像 Yoga Lab 的整个的运作极强。 Yoga Lab 的是所有行里面智商是最强的团队，你从他做这个迷宫的项目，谜底的项目，你就知道他们的设计的是极强，他的智商是不是普通团队的几十倍，是吧？那不讲，高并会更强。也就是说IMP 不具备一个特点，就是让这个 game 能够平滑起来，就是后面 what's next story 没有。但是 game by 具备了，就和宝哥讲的这个，就是说把 game by 跟 IMP 捏成一块，就是让这个任何的项目都是一个 game， 让这个有后续的玩法。我在里面可以走路每天赚钱，我在里面可以每天收菜赚钱，我在里面每天偷菜赚钱，我在里面这个每天修房子做宫殿赚钱，它具备这样的可玩的性能，它不一定是 game 版。你现在看猴帝这样的，猴帝后面的展开就非常强，一是它智商强，它有很强的策划能力。接下来这个在地上建什么宫殿，它这个我就买一块地建成一个大一点火跳，建成一个大游乐场，我就可以有长期的流水。就是一定要在这个 IFT 的上面开发出来 game 版特点的那种。人很容易进来，很容易拖住，很容易一手套一手。你看，我们拿着猴地来举个例子吧，有猴地，猴地上面可以做建筑，你说是游乐场或者 hotel， 就是大家可以未来就有流水了，有资源产水晶、产硫磺，但是产各种各样的黑物质吧。然后你用这些资源可以去换，他又发明了 Coda 来，你从你的边缘九环走到二环，你的水晶运不过去，你的稀有矿更运不走。我抠打是带武器是截路的，我就是人，我就进行抠打，我就是抢劫的，我山摆着我也可以赚钱。那就是说你还得保护自己，这一下子的场景是一个非常立体的，就人卷进来，他进了一个，你说他进了一个游戏，他是拿钱作为赌注的游戏，他就会产生一百倍的效应。就是说两个特点，门槛足够低，任何人可以进来，就是第二要具备持续的，就是就像高潮一样，你不能是一次上去两分钟就高潮了，一波，就你注意套路了，不，就是你要有可玩性的一波一波的这个后续的故事，就是这些后续的故事每一波都能转成钱，都转成钱，就是让第一波的老楼基本赚了钱，他们就疯狂的传销。你看他们是那个鞋子这边，明显的资金盘传销盘，那是啥？不就是去路嘛？就是，但是他有了 FT。它有了两个币，有 GMT， 就是那不两个币，就是现在一个 FT 加两个币的这种，就是这种套路的玩法，基本在行业里都玩通了。它的，但是它持续的盘就这一两个月，很短。但是像 Yoga Lab 可以把这个盘推到两年甚至三年，那就牛逼了。Yoga Lab 是1000亿美金的项目。1000亿美金，现在多少？现在就是。主要的价值在猴儿猴币嘛，猴币一发的当天就是10个分了，4个分的流动盘，10个分的盘子，这非常强。你看它的玩法哈，还有一个资产整合，在它发币之前做了一个明显动作，花了3亿美金，3亿5000万美金，把这个 Hunt 给买了，最 OG 的买了，又把 Mimbus 买了，他把资产 Top 5的这个 IMP 项目全部整合成一个篮子里面去，基于这一个篮子发币，难说它未来会发一个 Punk 头的。你可能说没被比如说呢，但是他没有说，他发了一个 Bitcoin， 一只猴空投了10000多个 coin， 27块钱，就是27万美金的，这种赚钱的行为，他每个人都会疯狂，就是那种有活的人为什么那么疯狂？因为一只猴1000多倍一年，这种效应，我不是说一般人赚不着，整个 AWS 这社区里面，我操200多个两。那5月3号那一天，258个人都他妈拿了一只到10只猴，就是那时候0.1、0.2个，大家抓了以后就开始疯狂传销。这一波传销的案例让很多人就是直接就完成了这个原始财富积累，就是像这种案例才会有。但是不是以 MT 为，就是完了一波就完了，应该下一波是围牢中国的游戏公司的一个，大家要看另外一个更强的 Animoca， 以使用 AI 为主的这一波的机会。阿里摩克在把海外的 top 的游戏的 studio 他们买断了，他们在去年做的主要的工作就布局，就是 pay top 的 studio firm 就直接买断。你是传统的 web 2的游戏，我们合作就是我买断你，你接下来用2到3年的机会，我给你输入币圈的思维，你来做完了以后，
再那是他发的，他买断的是吧？猴帝真正的操刀的操盘的看你摸，他通过这几个品牌已经具备足够多的资源，在下一波里面Animoca 重点推出的十款的游戏里面，在 NFT 的游戏，可玩性门槛极低的游戏，应该有三到四款是百倍。OK。Dungeon Galaxy 就是 Animoca Brand 现在最上头的游戏，就是最他花最大心思刚刚上线，你可以关注。买星球吗？啊，买星球的 Dungeon Galaxy。他做的真的很不错，三 A 游戏基本上三 A 大作，有点眩晕，买了我收了。对，但是大星球没买，妈的，大星球还是觉得太早期。但是他这个币不急啊，他这个游戏下个月就上线就可以转租星球了，我就是靠一会儿吃毒鸡转租星球这个为主过日子的。我就是说，盯住这几个。就是我认这个操盘的这个不是外面的，不是 Web 2.0 的，是应该是币圈已经是 dominated 的，它有资本，它有社区，它有用户，它有资金链，这几个串起来的，那才是百倍。对。